妹妹，你是懒惰。你为什么在哭？你是懒惰。吃什么东西吃太多？你是懒惰。我们看一下，有太多。什么东西吃太多？哪一个东西吃太大口了？是不是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我们来访问一下，我们访问一下王小珍，我们访问一下王小姐，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凶？你为什么一直在哭？请问一下王小姐，你为什么在哭？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哇，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可以告诉我们吗？为什么你这么？吃什么东西吃太多？哦，原来是我吃太多。好啦，好生气哦，生气到把这个都撒到地上去了。好生气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里面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你看一下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好生气哦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生气哦！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好生气、哦！那以上都是采访我们王小娃的经过。